材料清单：糯米粉150克，牛奶140克，食用油45克，鸡蛋1只，白砂糖50克，泡打粉半勺，鸡蛋打散，加入牛奶、油和白砂糖，搅匀。糯米粉和泡打粉混合，三次筛入步骤一，搅拌均匀成体面糊可流动状态。倒入模具，这次用了马芬膜，所以在模具底部和侧面都刷一层油，方便脱模。也可以用八寸膜垫油纸，烤箱中层180度35分钟左右，表面脆脆的就行。